外切眼袋正常可以保持几年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辉，西安市第四医院医美与整形病院主任医师。外切眼袋正常情况它是永久的，就是说通过外切眼袋的这种方式已经去除了多余的皮肤、多余的眼轮匝肌和多余的眶隔脂肪，已经去掉的它就不会再生长出来，所以说这种方法它是永久的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你做了去除眼袋你就不会变老，你的皮肤就不会变得松弛。那么如果过了五年、八年或者十年、二十年，你觉得你的皮肤又松了，组织的弹性结构又差了，还可以通过再次手术的方式进行矫正。